在这里庄严地升起我们的国旗，重新开放我们的宗教活动场所。首先，我们应该感谢我们强大的祖国，是我们祖国的强大让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，我们今天才能安然无恙。也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，把人民生命至上放在了首位，也才有了我们今天能够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。